步，先行小步。好，首先先谢谢各位的关心。由于本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我觉得未来有机会啊，再跟大家说明，然后也跟大家报告。那接下来呢，还是持续会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清白。再一次啊，就是感谢大家的关心。那接下来一切都交给司法来处理，大家辛苦了。谢谢大家。柱子，柱子，柱子，麻烦快往后退。没事，没事，来，小心哦，小心。来，慢慢推就好。慢慢推，慢慢推就好。后面女生滑，小心一点。来，慢慢推就好。不好意思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好像好像很早。来，小心门到了哈，小心。风雨路滑，小心啊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哎，大家可以往后退，稍微往后退，我们这样动线。因为外面下雨，对不对？贵哥，所以10年前有涉嫌强暴吗？这个部分要不要说明一下？会觉得是误会吗？后面有监督，大家看一下后面哦。会觉得是误会场吗？